善财业善男子如来功德加持十方一切诸佛尽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成就皆上虚言说不可穷极若欲成就此功德门以修持众广大心愿何得为师于这里尽诸佛而则成禅如来禅者广修供养是则忏悔业障无则随喜功德六则尽转法轮七则尽佛诸事八则常随佛学九则恒顺众生十则不解回向善财白眼大圣云而礼敬乃至回向普贤菩萨高善财眼善男子眼礼敬诸佛这所有经法皆虚空皆是光三世一切佛刹即为成熟诸佛世尊我以普贤恒愿力故身心心皆如对目前悉以清净身语意业常修礼敬意以佛所皆现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成熟身意一身遍地不可说不可说不可即为成熟我虚空皆尽我力乃尽以虚空皆不可尽故我自力尽无有穷尽如是乃至众生皆尽众生愿尽众生烦恼尽我力乃尽而众生皆乃至烦恼无有尽故我自力尽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于一也无有彼也佛此善男子言称赞如来者所有经法皆虚空皆是方三世一切刹土所有即为一一成中皆修一切世界即为成熟佛一一佛中皆有菩萨还会围绕我当悉生生生界现前之间可以出国遍在天地微妙舍根一一舍根出无尽因生爱一一一生出一切言慈爱怎样赞叹一切如来诸功德爱穷未来即将学不断尽于法界无不周遍如是虚空皆尽众生皆尽众生也尽众生烦恼尽火山乃尽而虚空皆乃至烦恼无有尽故我自赞叹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于一也无有彼也我自善男子眼光修供养者尽所有经法皆虚空皆是妄三世一切佛刹即为成中一一则有一切世界即为成熟佛以一佛说种种菩萨还会围绕我以普贤恒愿力故其身心前前之间其一上妙诸供养具而为供养所谓华云满于前云夜云天三盖云天地浮云天中天相土相烧相破相如是等云一一两如须弥山王南中中等数等右等诸相右等一一等诸如须弥山一一等犹如大海水里如是等诸供养具常为供养善男子诸供养众法供养最初为如所修行供养利益众生供养舍受众生供养待众生苦供养勤修善根供养不舍不杀也供养不离菩提心供养善男子如前供养无量功德之法供养一念功德百分不清
一切分不清，一切俱至哪有他分，伽罗分，算分，数分，余分，有波利萨陀分，一波起，一而一故，诸诸如来尊重法故，一如所行，出生诸佛故，若诸菩萨行法供养者得成就，供养如来如是修行是真供养，故此广大最深供养，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空，乃尽而虚空界乃至烦恼不可尽，故我自供养。亦无有起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于一业，无有彼言，复持善男子言，参出业障者菩萨之念，我于过去无世界中有贪嗔痴发生业，以作诸二业无量无边，若此二业有体相者，尽虚空界不能容舍我尽，悉以清净三业遍于法界，即为尘刹一切诸佛菩萨众前诚心忏悔后，破佛界恒诸境界一切功德，如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善乃尽，而虚空界乃至众生烦恼不可尽，故我自忏悔无有究竟，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于一业，无有彼言，复持善男子言，随喜功德者所有尽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即为成就诸佛如来从诸法性，为一切智清修不拘不惜生命尽，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成就皆以一切众生，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成熟同无受诸如是一切难行苦行圆满种种般若蜜般成入种种菩萨之际，成就诸佛无上菩提及般涅槃分不生离。诸有善根我皆随其疾病，十方一切世界流去四尘，一切种类所有功德乃至一生，我皆随其十方三世一切生闻疾病，是否有缺无缺所有功德，我皆随其一切菩萨所修无量难成苦行之久无上正等菩提广大功德，我皆随其如是虚空界尽众生皆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自随喜无有究竟，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于一业，无有彼业，复持善男子言，尽转法轮者所有尽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即为成中意义，可有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成熟广大佛刹，意义刹中念念有不可说不可说菩萨，即为成熟一切诸佛成等正觉一切菩萨，还会围绕而我悉以身口意业种种方便清净清净转妙法轮，如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常劝尽一切诸佛转正法轮，无有究竟，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于一业，无有彼言，复持善男子言，尽作诸事者所有尽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即为成熟诸佛如来将其实现涅槃者，即诸菩萨声闻缘觉无虚无缺乃至一切诸善知识，我悉劝其莫入涅槃境，于一切佛刹即为成熟皆为于离乐，一切众生如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自劝其无有究竟，念念相续无有间
前端生于一夜无有比不知善男子愿常随佛学者如此说破世界毗卢遮那如来从出发心清净不退不不可说不可说生彼而为不是破彼为知是故为彼此学为魔术学经典基督虚名为中法故不惜生命和光王为成以俱罗共天愿令一切所有基于种种难行苦行乃至属下成大菩提是种种生动其种种变化现种种佛身处种种种为我处一切诸大菩萨种为道场我出生闻其彼之佛种为道场我出转论圣王小王眷属种为道场无刹那利及波罗门长者居士种为道场乃至火烛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种为道场出于如来种种种为一圆满盈如大悲真随其意律成就众生乃至世界如于涅槃如是一切我皆随喜如今是真彼如遮那如是经法皆虚空皆是光三世一切菩萨所为身中一切如来皆依如是于念念中我皆随喜如是虚空皆皆众生皆尽众生也尽众生烦恼尽我此学学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于一夜无有彼夜复持善男之言恒顺众生者为经法之虚空皆是方差爱所有众生种种差别所谓卵生胎生是生化生或有意于滴水或风而生住者或有意空即住于木者生住者种种生类种种生血种种形状种种相貌种种数量种种诸类种种名号种种行星种种时间种种语言种种异性种种唯一种种衣服种种饮食诸语种种尊音俱罗成以供天乃至一切天龙八部人非人等五足二足四足九足有色无色有相无相非有相非无相如是等类我皆于彼随身而转种种尘世种种供养如今佛母如梦师尊及阿罗汉乃至如来等无有一无诸病苦为作量意以是道者是其真如于暗夜中为作光明于贫穷者令得福中菩萨如是平等饶利一切众生而已故菩萨若能随顺众生则为随顺供养诸佛若于众生尊重尘世则为尊重尘世如来若令众生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而已故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因于众生而起大悲因于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得正觉譬如广业刹帝之中有大树王罗根得水之夜花果悉皆烦恼生死广业菩提树王亦复如是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花果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得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花果何以故若诸菩萨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是故菩提属于众生若无众生一切菩萨总不能证无上正觉善男子能于此意引入世界以与众生心平等故则能成就圆满大悲以大悲心随众生故则能成就供养如来菩萨如是随顺众生虚空皆尽众生皆尽众生也尽众生烦恼尽我是随顺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于一夜无有彼发福持善男子言不皆为相者同住礼拜乃至随顺所求功德悉皆回向经法皆虚空皆一切众生令令众生常得安乐无诸病苦于心合法皆悉不成所求善业皆速成就观以一切诸恶趣门开始论别涅槃真如若诸众
众生因其起其处而业故，所以一切其中苦果我皆担受。临毕众生悉得解脱，究竟成就无上菩提菩萨如是所修为相续空界。皆尽众生尽解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智慧相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于一也无有彼言。善男子智慧菩萨摩诃萨十种大愿具足圆满，若诸菩萨以此大愿随顺具足，则能成受一切众生，则能随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则能成就普贤菩萨诸行愿。海誓不善男子如律师一定如是智，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真十方无量无边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成熟一切世界上妙计宝，及诸人天最深安乐，不施而说一切世界所有众生，供养而说一切世界诸佛菩萨，敬而说佛刹，即为成熟皆相续不断所得功德。若复有人闻此愿望，以敬意而所有功德，一切功德皆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乃至有婆尼沙陀分亦不及一。或复有人以身心心于此大愿，受持读诵乃至书写，以此具具足能除灭无物，坚决所有世间身心等病种种苦恼，乃至佛刹即为成熟一切恶业，皆得消除一切魔君夜叉罗刹就九般陀罗毗舍奢罗不多等淫邪耽柔，诸恶随身皆悉远离，或是发心清净受无始不若轮，从此愿者尽于世间无有障碍，如空中月出于阴翳，诸佛菩萨之所称赞一切人天，皆因历尽一切众生悉因供养此善男子，善得人生圆满普贤，所有功德不及当如普贤菩萨速得成就。为妙色身具三十二大丈夫伽罗僧，人天所在之处常居身住，悉能破坏一切恶趣，悉能远离一切恶有，悉能制服一切外道，悉能解脱一切烦恼，如是之王却复君受三受一切众生供养，又复是人临命终时，最后刹那一切诸根悉皆散坏，一切亲属悉皆舍离，一切为师悉皆成师，互相大成功成内外相马车车正道主常作是一切无福相随，为此愿望不相舍离于一切是因道期间，一刹那中即得往生极乐世界道义期间。阿弥陀佛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观自在菩萨弥勒菩萨等四诸菩萨舍身断言功德具足，所供围绕其人之间，生莲花中蒙佛受记得受记于今于无数百千万亿那由他皆普于十方，不可说不可说世界，以智慧力随众生心而为利益，不就当作菩提道场，向佛魔尽真能真觉转妙法轮，能令佛刹即为成熟世界众生发菩提心，随其根性教化成熟，乃至今为未来皆海光能利益一切众生。善男子彼诸众生若闻若信此大愿望，受持读诵广为人说，所有功德诸佛世尊无无知，这是过路等闻此愿望，莫生一念应当地受受，亦能作主亦能受受亦能知，乃至书写广为人说，是诸人等于一念中所有心愿皆得成就。诸佛佛具无量无边能于烦恼大会外中，把其众生令其助力皆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二是普贤菩萨摩诃萨于众贤子以普观十方而说尽言，所有十方世界众善是一切人世子，我以
一清净胜于一切遍历尽无余普贤恒愿为身普贤一切如来前一生佛前常称圣意一遍常称佛于一生中称诸佛各处菩萨众会中无尽法界称依然身心诸佛皆充满各异一切因生海不出无尽妙言之境于未来一切皆赞佛圣圣功德海一诸罪深妙法满寂月普相其三盖如是罪深庄严具我以供养诸如来罪深衣服罪深香摩香烧香欲等诸一切如妙垢具我悉供养诸如来我以广大圣界心身心一切三世佛悉普贤恒愿力普遍供养诸如来我悉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于此所生一切我今皆忏悔十方一切诸众生而成有始即无缺一切如来与菩萨所有功德皆随其十方所有世界最初成就菩提则我今一切世界转转于无上妙法轮诸佛罗于是涅槃我悉至诚而劝其为愿救助刹成皆利乐一切诸众生所有力赞供养佛请佛主持转法轮随喜忏悔诸善根为向众生及佛道我随一切如来学修习普贤愿满心供养过去诸如来及于现在十方佛未来一切人天使一切一乐皆圆满我愿不随三世学诸得成就大菩提所有十方一切刹广大清净妙庄严众会围绕诸如来悉在菩提树下王所成所有诸众生愿力有万常难乐我得生生正法忍灭诸烦恼尽过于我为菩提修行是一切具众生宿命常得出家修境界无垢无净无穿老天龙夜叉九盘者乃至人与非人等所有一切众生于心意注因而说法清修清净波罗蜜恒不忘是菩提心如诸常垢无有于一切妙恒皆成就诸诸佛业寂寞皆世界道中的协同有如莲花不住水一如日月不住空气住一切恶道苦等于一切群生的如是境遇刹成皆十方利益恒无尽我常随顺诸众生境遇未来一切皆恒久普贤广大心圆满无上大菩提所有与我同行者与一切诸同即为身口意业皆同等一切恒愿同修学所有因我善知识为我现谢不现愿常愿与我同即为与我常生生心心愿常面见诸如来及诸佛之众为要与彼皆心广大恭敬未来皆无彼言愿持诸佛为妙法光现一切菩提心究竟精进不见到今未来皆常修习我与一切诸有众修修福之恒无尽定为方便即解脱或诸无尽功德藏一生中有成数差一一差有难思佛一一佛诸众会中我见恒言菩提心苦尽十方诸刹海一一毛短三世海佛海其余国土海我便修行境界海一切如来于清净一言具众因生海随诸众生一乐一一一六佛遍财海三世一切诸如来于彼无尽一言海恒传一句妙法轮我甚至离苦尽如我能生如于未来尽一切皆为一念三世所有一切皆为一念尽我皆如我于一念尽三世所有一切论世之一常如佛境界中如幻解脱即为离于一毛端即为中出现三世庄严刹十方成刹诸毛端我皆深入而尽其所有未来造世等正道转法无尽有究竟佛事是涅槃我皆忘记而尽尽数计周边神通力部门便如大神力自行不修功德力为神不佛大慈力遍尽庄严生佛力无作无力智慧力定慧方便为
神力不能及其不体力清净一切善业力摧伏一切烦恼力降伏一切诸魔力圆满不现诸神力不能远近诸刹海解脱一切众生海尚能分别诸法海能生深入智慧海不能清净诸心海圆满一切诸缘海清净供养诸佛海修行无倦清洁海禅师一切诸如来最深菩提诸神愿我皆供养圆满修一切皆是无故地一切如来有常识彼名号曰普贤尊我今回向诸善根随彼之心心通彼愿身口意很清净诸心察脱亦复然如是智慧阿婆贤愿我与彼皆同等我为彼今普贤心闻说是理诸大圆满彼事业尽无余未来其皆恒无倦我所修行无有量我得无量诸功德安住无量诸心中了达一切神通力闻说是理用功皆普贤为人亦复然我今为向诸善根随彼一切常修觉三世诸佛所称赞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为向诸善根为得普贤殊胜心愿我领于民众是尽除一切诸障碍面前彼佛阿弥陀记得往生安乐常我即往生彼国一千千成就此大愿一切圆满尽无余彼乐一切众生皆彼佛众会前清净我是与生莲花生成就如来无量光现前受我菩提及蒙蔽如来受记化身无数百俱至智力广大遍十方不离一切众生皆乃至虚空世界尽众生即业烦恼尽如是一切无尽是我愿究竟恒无尽十方所有无边刹庄严众宝供如来最深安乐是天人尽一切皆为成解所愿于此生愿望尽尽于二能身心求生菩提心得养我身功德过于彼及常愿力则知识用力一切诸恶大世间如来无量光具持不贤最深愿此人善得生寿命此人善来人众生此人不就当成就如彼普贤菩萨心往昔有无智慧力所造其恶总之普贤大愿望一念数计皆消灭诸心种类及容色相好智慧显愿满足魔外道不能罪贪罪三界所因恭喜及菩提大树王所以降伏诸魔众生等正觉转法轮不离一切诸安世罗论于此普贤愿度诵受持其言说果报为佛能真知决定或成目的道若能诵此普贤愿我所受分之善根一念一切悉皆愿成就众生清净愿我此普贤殊胜心无边胜佛皆回向普贤成立诸众生诸王无量光佛刹尔是普贤菩萨摩诃萨与如来前所知普贤广大愿望清净净义善财童子永远无量一切菩萨皆大欢喜如来赞言善哉善哉尔是世尊与诸圣者菩萨摩诃萨言说如是不可思议解脱境界生法真实文殊师利菩萨而为上首诸大菩萨即说成受六千比丘弥勒菩萨而为上首现界一切诸大菩萨无可普贤菩萨而为上首一生不出诸光定为诸大菩萨即于十方众众世界不来即为一切刹海即为成熟诸菩萨摩诃萨众大智舍利摩诃目犍连等而为上首诸大圣闻并诸人天一切是诸天龙瑞刹天大波罗修罗迦罗罗金那罗摩诃罗揭人非人等一切大众闻佛说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大王光佛化严谨普贤圣愿并阿摩三曼多摩陀南无波罗蜜多
诃哆遮遮那咪唵吉咪吉咪达他格达那摩哇三地波拉帝乌达摩达摩达他格达那摩哇吽婆娑诃那摩三曼哆摩哆那哦波拉帝诃哆遮遮那咪唵吉咪吉咪达他格达那摩哇三地波拉帝乌达摩达摩达他格达那摩哇吽婆娑诃那摩三曼哆摩哆那哦波拉帝诃哆遮遮那咪唵吉咪吉咪达他格达那摩哇三地波拉帝乌达摩达摩达他格达那摩哇吽婆众生。